摇滚跟谁的那些演员的感觉哈，非常好玩的一首歌曲哈。那天听到这首歌觉得很不错，就把它学起来哈，跟朋友们来分享哈。我应该推荐给我老公哦，叫老公学起来，我们两个一起唱，起来应该会很好玩哈。爱爱给拜拜哈，这首歌呢，我唱的是和哈男就是男女合唱组的王将人的 key， 我觉得这样子唱起来，嘿，一个女生在唱。非常的好唱，非常的好玩哈，就唱起来也不难驾驭哈。它虽然有到十五个音阶，但是唱起来呢不会非常的困难的，不会非常的困难哈。这首歌呢是陈美惠的第667首不同的歌曲，667哈。这条歌是迄个叫做什么物欲咖哈，跟董玉君两个人唱的哈。他们那个董玉君以前也唱了很多的歌曲，很多的。这两年呢，好像唱的比较少一点。还有一个叫乌玉康的，我就真的不晓得他长得什么样子，也听过他的好多歌曲，但是实际上他人的成长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倒是
那个董丽君，他就知道陶笛子，他唱歌有一点，就是有点比较那种怎么样，比较以前的日本的那种感觉，好像比较抖音很重这样的感觉哈。所以呢，一个人一个人唱歌的方式是不相同的，有很多人也喜欢他，但是我个人唱的时候，我比较不会像他这样的那个我好像就是。抖音一抖很一按抖抖抖抖抖那种音的感觉，我自己唱起来就比较随性，好比较自然。但是他也很多人喜欢他，他其实唱很多歌曲也都非常的好听哈。感恩订阅者一路以来的支持，谢谢您的支持，您的支持就会持续的加油哈。还有，如果是新认识我的朋友，喜欢我的频道，也欢迎订阅、分享、按赞哈。我们就像一首歌再见哈，晚安，再见，撒由那拉，拜拜。